接下来我们这一组呢是刚配对成功的两位情侣啊，不，一对情侣啊，就是马俊跟高婉，来宾掌声鼓励一下，谢谢。耶，欢迎收看《分手擂台》。哎，来，朋友，你们都已经在一起了，你们想跟对面的说什么？我觉得，不管最后结果如何，我在这个节目里面已经得到最重要的东西了。干什么、啊？谢谢。赶快谢谢，赶快谢谢，谢谢。乱来，乱来。分手怎么办？你给我现在谈恋爱，滚！就算距离再多远，也想与你的手却还看得清。我脱下手边工作，只想陪你。最好听到你叫我一声 baby， 最要的原因。太急了，太急了吧！舞台效果啊，舞台效果，台剧啊，好不好？好谢。哎，老板，老板，可以吗？抱歉，抱歉。哦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